很久以前的一个同事，他说公司永远不会给你发唱片，你永远不会红。那今天呢，于朦胧要给我们快乐男生的舞台。我在比赛完了之后，有人就对我说可能之后都发不了片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拍戏了，然后拍戏之后还是因为喜欢唱歌喜欢音乐，就用拍戏挣的一些钱去做音乐。跳舞可能不是我擅长的，但是我还是想往前走，想要打破自己舒适的地方，勇敢地展现自己。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，它让我迷失在谎言，我哽咽去妥协，风摇曳般皱紧被黑夜撕裂，这感觉太强烈，我趁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，多戏虐这情节，可是太难瓦解。也希望以后能成一名好的演员。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. 我不恐高，但是我吊威亚摔过。眼睛破了吧？头被掐了。走上这条路也是因为比较坚持，就是自己想要做歌手，想做演员，导演。如果你一直坚持，总有一天会有机会的。